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对天梯失望的小月。上回我和豆豆兴奋地在地狱实验，从幸运方块中开出的电梯，可惜效果并不是很好。看前面的大坑，就是它爆炸产生的效果。虽然看上去很大的样子，可是实际体验太鸡肋了，引爆它的时间太长，根本就打不到怪物。你说我要它有什么用？不过豆豆似乎对它兴趣还在。那给你一个天梯，你捡起来拿去玩吧，小心点啊，别把自己给炸死了。来看看下面的小平台怎么样了。不行不行，这边只能进不能出啊，要是放天梯的话一定会同归于尽的。豆豆，我们还是换一个地方吧。可是到底去哪儿才能大规模的猎杀僵尸猪人呢？豆豆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还在下面？你这个牛脾气得改一改，太犟了，快跟着我走，我带你去其他地方。有只恶魂，打这个东西我有经验，我反弹再反弹。妈耶，怎么就突然消失了？不过这下面的平台应该可以吧，往下挖试试看。我的天哪，下面全是岩浆啊！又被送回空岛了。去地狱看看豆豆到哪儿了。豆豆，你去哪了？这边没有，这里也没有啊。豆豆这个时不时消失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呀？豆豆，你终于出现了，以后别跟我瞎跑了。我们继续来试试天梯的威力。我身上就剩下最后一个，这里的位置还不错，僵尸猪人也挺多的，先弓箭勾引一只过来。彩丽怎么出现这么多？豆豆，我们先躲起来，等他们聚在一起就引爆天梯。差不多了，过去用打火石点火。不，怎么伤害就这么点，一只猪人都没死，我这天梯是山寨的吧？完了，我和豆豆又一次阵亡了。地狱之旅实在太艰苦，但是冥冥中地狱有什么吸引着我，空岛的线索一定隐藏在某个角落，我要继续寻找下去。再去看看啊，地狱怎么会有末影人？不，他攻击我了，都哪儿去了，都哪儿去了？前面没有，后面也没有，吃块肌肉补充血量。不好，他出现了。我又被杀死了，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末影人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？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我要继续去调查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